上几期给你们这一个启动部的这一个方法方式的，这一期给你们启动部的转向训练。这一个训练你只要练到位了以后，基本上你后边的启动部就更加有力，然后可以更好的加速了。首先我们每一个训练每一个动作做30秒，前15秒慢，后15秒快。每一个动作我们做4到6组。好，首先我们做开合跳，开合跳，好，前15秒是慢，后15秒加速，好，这样就算一组了。好，做4到6组。然后第二个动作做这一个前后小碎步，也就是我的脚会有一个前前后后前前后后，然后过了15秒，到了15秒以后我们就加速，这个是第二个动作。然后第三个动作做一个交叉跳，好，一样，前15秒慢，后15秒加速。好，第四个动作做一个高抬腿，一样，前15秒是慢，然后15秒加速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三角跳，双脚会并拢，然后跳一个三角形。好，一样，前15秒慢，后15秒加速。这一套下来，你们每周练个3到4次，一个月以后你们会来感谢我。为什么？练到一个月以后，你们的启动部肯定会很有力，而且会很快。